好，我是丽如老师。今天早上很开心，跟大家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分享了记者跟主播的不同，还有他们各自的专业技能。也希望早上内容大家可以运用到生活上面，也勉励大家未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，要享受挑战，不退缩，加油喽！那其实呢，欢迎你们呢来参加这个主播。那为什么要先谢谢你们呢？因为呢，在这个暑假呢，你们能够放弃很多的玩乐来这边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呢，对你们来说呢，就是很大的一个改变。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兴趣从事新闻业，你都要必须学习人跟人的相处。也希望呢，能够透过更多的训练，不管是在学校的国语委员讲，或者是在家里面自己的训练，让你的口说技巧能够更加灵进。那也希望你未来能够越变越好，加油，持续努力。